接着来看到福光青年的集体创作精神，这是国际福光会休士顿青年分团，他们发挥了创意，雕刻出了各种不同样的南瓜灯，让好久没有回到道场的青年们相当欢喜。拿起画笔描绘各式各样表情，再一刀片沿着笔画刻出多余部分，完成属于自己的创意南瓜。国际福光会休士顿青年分团办理刻南瓜活动，团长赵婉信带领动手创作欢庆万圣节，把刻好的南瓜礼放进灯泡，成了独一无二的可爱南瓜灯。难得有机会回到道场相聚，青年们相互热络，合影留念，留下美好回忆。林真卫视美国休士顿综合报道。